我怎么在你怀里啊？你自己钻进来的。说，我的头怎么晕晕沉沉的？你该不会……你自己干了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？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观察地形呢。你来我家是干活的还是当探子的？罚你把这个花园都给我打扫一遍。你竟然这样凶我。也可以不干，那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我们这儿不养闲人。要不是补贴是在你身上，本尊早就拧断你的脖子了。